龙骑士的龙蛋，而且是地狱龙，超级帅的一个蛋。这个要是能孵出来，吊打主世界所有怪物，并且这是一个龙窝的祭坛，这里边应该哇，真有东西啊！绿宝石苹果，还有末影之书、传送之书，在我们这整合包里没什么用，但是现在的价值很高啊，15万。我转化桌才多少？才55万，来卖一下，72万了。我不会要来一个百万开局吧？哈哈，刚第三集啊，幸运方块还没做出来，就要接近百万了。这什么心智容器？听说吃了它以后，咱们的生命值能够增长，还有闪电权杖和安。我测试一下这心智是不是真的啊？有可能是假的，因为每个组件里边的心智容器不一样。哦，这是真的，而且还自带回血速度，非常好。这什么？幻魔者之牙、末影位移宝珠。哇，这个龙蛋窝里边东西真不少啊！哦，这是个武器，用两下。好像减了我点 EMC 值，又90多万了。哎，刷过龙挖了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啊？一个，两个，好，给了点经验值，我不需要经验值。哎呀，越往下东西好像越差呀。给了两颗打火石，这个呢，末影传送之书，还有一些地狱油。这个地狱油可以炼药啊，不过在咱们的幸运变形里面，药水似乎没什么用。还有几层啊？这应该是最后一层，我看铁门了。哦，几颗钻石，没有下一层了。但是这种龙窝旁边一般都会携带一个第二个龙蛋的一个聚集地啊，就这儿了，这就是它，没准这里有东西啊。哦，这是什么龙蛋？我来看一下，古龙龙蛋、地狱龙龙蛋，咱们喜提两个龙蛋。好好好，这个系列刚开局第三集我就拿到了两种龙的龙蛋，而且龙蛋是可以根据环境变化的，如果我们有幸再得到更多的龙蛋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月亮龙啊、太阳龙啊、火龙啊、水龙啊、草龙啊，啊，不过的水龙就别变了，水龙主世界很多啊，主世界最容易遇到的龙就是水龙了。在哪里啊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找不到地狱门，教大家一个快速回城的方法，走你！哎呦，我去！等会儿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哇，是回来了，东西没了。死亡掉落忘开了，兄弟们，回去捡一下啊！还好我刚才嘎的那个地方应该挺宽敞的，东西应该都能捡得回来，放心，兄弟们啊，不慌不慌，回去，都在，只要桌子在就没问题。OK， 哈哈，还得是转化桌啊，然后肉转化桌，兜里东西，哎，一个都没少，很好很好，这回咱们再 kill 回去就没事了，哎，舒服。把我们的转化桌点睛之笔放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台上面，好了，这工作台看着就顺眼多了。沙乐咱不要啊，要个原石，家具摆一下，高端的豪宅，敲掉墙壁，放上壁炉，敲壁炉，5个壁炉，然后烧点矿，一个烧黄金，一个烧铁，然后龙的话放在这块应该不会变啊，所以说放什么就是什么，但是古龙得挖个坑去孵，这古龙比较特殊，地狱龙放这儿它不会有什么变化，我只需要给它围一个栅栏啊，防止它跑。来，搞个栅栏，这东西孵化成功以后它真的会乱跑的，到时候你找都找不到，移动速度特别快。1、2、3、4，像个小监狱一样，这么大就行了。刚出来的小龙没有多大点啊，这个大小，然后两层高，一层它有可能会跳出去。咱们搞个两层高就行了，然后古龙我在旁边的矿洞这块下去挖一个坑，咱们做一个暗物质锤吧，我有90多万，做个锤的应该挖坑方便点啊，比咱们拿镐子挖快得多。来，古龙啊，100多万嘛，顺便可以提前把我们的转化桌便携式的材料也做一做。哎，炼金煤炭、莫比乌斯、永恒燃料、小锤子。古龙的还得做个坐标啊，不然到时候找不到了。先来7个钻石块，然后围一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拿5个就行了，留一个母体卖进去，做一个锤子，2个暗物质，然后再加上3个钻石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挖坑把古龙埋起来了，也进行孵化，这好像还没孵呢。哦，这孵了，哎，孵没孵啊？孵了孵了，已经开始冒泡了啊，从这下去。嗯，挺好，这个位置非常好，充能，
然后从这儿挖个单间进去，再往这走点，好，这个距离应该够了，然后往上来一锤子，够不够？够了吧，往前再来一锤子，好，足够宽敞了，然后还插两根火把，哎不对，我记得古龙是要没有光的环境，这种就是没有光的环境。 OK， 右键做个坐标，这是古龙，它绝对跑不了这个版本呢，应该是不会穿墙的啊。古龙做好坐标了，他们两种龙哎，全都敷上了。那么现在把我们的多余的材料卖一下，铁烧一下，做出我们的幸运变形核心道具，那就是让我们走上致富道路的幸运方块。因为我有100万，但是没有恶魂之泪的情况下，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把恶魂之泪开出来啊。我们这里幸运方块种类不多，但全是精品，整整一组，我只求别破产。